下来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演练对练，首先为大家演练第一段的全部过程。第一段动作演练完毕，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一段的分解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横劈刀。首先，甲乙双方胯力与肩同宽，双方左手贴于左大腿，甲方右手持刀，乙方右手持枪，双臂画弧形做抱拳礼，左拳右掌，右掌盖于左拳前面，走，与胸前20公分，甲乙双方对视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砍入乙方胸部，乙方竖架枪，好，哈！下来我为大家做一遍完整动作，走，哈！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二个动作，竖劈刀。甲方右手持刀高举头部劈入乙方头部，乙方横架枪，哈！现在为大家演练一遍，哈！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三个动作，正蹬腿。甲方提起左腿蹬入乙方胸部，乙方后退2步，哈！为大家演练一遍，哈！下来为大家演练第四个动作，要起弓步劈刀。上右步，上左步，两脚提起作为弓步，右手持刀
举入头顶，屁股一方，头部一方，出架枪。下来，我为大家演练一遍。快！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五个动作，国脑刀定式。甲方后退两步，刀从脑后裹过，裹过马步退掌。乙方收枪做五花，崩枪并步崩枪。甲方左手向前，掌心向外，右手在后，刀尖朝下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走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下一个动作，左右拨枪，右方进攻，先上左步，再上右步，枪在胸前画圈。甲方站起，退左步，乙方扎枪扎入甲方头部左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右向左拨开，乙方再次扎入甲方头部右侧，乙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乙方再次收枪扎入甲方右腿，甲方右腿后退，右手持刀高举乙头下挡乙方的枪，乙方再次收枪扎向甲方头右部，甲方挡枪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走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下一式，劈背。甲乙方高弓步式，乙方扎枪于甲方头右部，甲方从左到右拨开，劈入乙方头部，乙方低头，刀面贴于甲乙方右背劈下，连续动作做三次。下来为大家做一遍。接下来为大家演示下一式
左右拨枪，乙方枪扎入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左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再扎入左侧，再拨，甲方退步，高举乙头，乙方扎入左腿部，甲方劈开，再劈，再扎入甲方头右部，甲方刀从左向右拨开。现在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下一个动作，劈背。乙方枪扎入甲方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高举鱼头劈入乙方背部。此动作连续三次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拨枪后摆腿。乙方枪扎入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乙方收枪扎入甲方左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右向左拨开，站起，左后转180度，下来为大家演练国脑并步定式。乙方起立，同时甲乙方向后退两步，甲方退向左画弧形，右刀从脑后拐过去，拉入后方，左手放胸前，左腿并步右腿，钉子步，左掌伸向前方，掌心向外，刀在后方，刀尖朝下，乙方五花枪，并步崩枪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走。
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二段动作。首先为大家演练第二段的完整动作。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二段的分解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左右拨枪，甲方上左部再上右部，乙方上左部，枪扎甲方头左侧，甲方拨开再扎入甲方右侧，甲方从左向右拨开的同时右腿后撤，乙方上进一步扎甲方的左腿，甲方右手持刀高举头部，同时撤左脚挡枪，乙方收枪扎入甲方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下一个动作，劈背。乙方掐枪扎甲方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甲方右手持刀高举头部劈向乙方头，乙方见势不妙低头，甲方刀面劈向乙方右背，下来为大家再做一遍。下来为大家讲解下一个动作，连环挡枪。乙方抬头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的同时右腿后撤，甲方右手持刀高举头上劈向乙方的枪，转身360再劈一个，乙方收枪扎向甲方的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
下来为大家演练横扫刀。乙方抬头收枪，扎入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同时上左步，下砍乙方的双脚，乙方跳起打靶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左右挡枪。甲乙方起立对视，乙方收枪扎入甲方左侧，甲方后退左步挡枪，再次扎向甲方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挡枪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走。下一个动作为大家演练连环劈背，乙方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同时右手持刀高举头上劈向甲方头部，甲方见势不妙低头，甲方刀面劈于乙方右背部，连续三次。定势，甲乙方高弓步式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讲解横砍腰间。乙方抬头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同时震右脚上左步，双手抱刀劈向乙方腰间，乙方竖架枪，嗨！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
下来为大家讲解推枪。甲方用力推向乙方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次。下来为大家讲解下一式，乙方推刀正蹬腿，乙方用力推甲方的刀，甲方后撤一步，乙方提右腿蹬甲方的胸，甲方后退两步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次。走。下来为大家演练连环挡枪，乙方上右步，再上左步，扎枪于甲方头左侧，甲方挡枪，同时推右腿，乙方上步扎枪于甲方头右侧，甲方退左腿挡枪，乙方进一步扎甲方右腿，甲方右手持刀高举于头，横劈360度，两枪紧跟，再次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次。下来为大家演练连环劈背。乙方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同时右手持刀高举头上劈向乙方头部，乙方见势不妙低头，甲方刀面劈于乙方右背，连续三次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次。
下来为大家演练打靶枪。乙方抬头收枪扎向甲方头右侧，甲方手持刀从左向右拨开，同时射右部。乙方上右部打甲方头，甲方见势不妙低头双手抱刀，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横砍刀。甲方起身双手抱刀，从右向左砍向乙方腰间，乙方抬头竖立枪，枪尖朝上，枪把朝下，嗨！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来为大家演练转身劈背。甲方收刀从左向右移动，左腿迈弧形180度，两手分开，右手持刀劈向乙方背部，乙方下来为大家演练一次。下来为大家演练360转身倒。甲方刀劈入乙方右背，乙方从左向右360度旋转倒地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一式跪步定式。甲方左腿向右画弧形，左手跟着右手从左向右画，右腿后撤拉刀，左腿跪下，右腿做成弓步式，左掌按向地低头，右手高举于后上侧。
下面为大家讲解收势。甲乙方起立，对视。甲方向乙方位置走去，乙方向甲方位置走去。同时，甲方刺刀，乙方刺枪。甲乙方再上一步，甲方向右转身，乙方向左转身。下来为大家演练一遍。走，对练单刀进枪，全套动作讲解完毕。